大家好，我是刘红云，今天呢再给大家分享一组穴位，我们的三泉穴。三泉穴呢是一组特别专一的穴位。为什么说它特别专一呢？因为它的治症很单一。我们的三泉穴呢就是泉水的泉。我们的三泉穴治疗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它可以治疗面神经麻痹。第二个呢，治疗我们的面部神经跳，就是我们之前经常看那个曾经大火的那个电视剧，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赵四儿，那个脸一抽一抽一抽的，哎，治疗这种症状它是特效穴。另外呢，就是嘴歪眼斜，它的治症呢很专一，疗效呢也非常好。那我们的这个三泉穴在哪呢？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膝盖的外侧面的膝盖的整个，因为这是一块椭圆形的嘛，在它的外侧面，然后外侧面的正中央直上 2.5 寸，就是我们的下拳，然后呢再上两寸，然后就是中拳，再上两寸就是我们的上拳，三泉穴。我们进针的时候呢，直接直刺一寸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三针是怎么进针，怎么定位的。我们的三泉穴呢，它在我们膝盖外侧，你看，这是膝盖外侧，这是膝盖外侧吧，它的正中央，也就是这个点，正中央正中点嘛，从这儿上来两寸半，看，这是一寸，两寸，两寸半，它的两寸半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拿手一摁，两筋骨间直刺进针一寸就可以了。这是三泉下穴，从我们的三泉下，然后你再直上两寸，看它的两寸是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的三泉中。三泉中呢再直上两寸，这个位置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三泉穴。今天呢关于三泉穴的位置就分享到这里，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喜欢董氏奇穴，请大家继续跟随我，每天学习一个新穴位。